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will find a free version of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If you like our content, 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minimum one-time $30 donation to help us continue producing it. In return, you will get access to all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PDFs, digital Hanzi posters, as well as flashcards, and listen to audio with transcript, which include versions with English, without English, Hanzi only, an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 Eileen。大家好，我是 Sharon， 又跟大家见面了。好久不见啊，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我这段时间主要是在家里接一些线上的工作，去乐器行啊，教教小朋友们打架子鼓之类的。哦，哎，我记得你之前是做外贸的吧？怎么转行去打鼓了？这跨度也太大了吧？可能是这份工作能让我同时接触到音乐跟小朋友吧，这两样东西我都蛮喜欢的。而且之前外贸的工作虽然工资高，但是压力比较大，经常要加班。现在这份工作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它能在保证我衣食无忧的前提下，还节奏没有那么快。比起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我更喜欢现在这种类似于躺平的一种状态。我发现躺平这个词最近真的很常出现啊，不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都常常听到。前段时间还有学生向我们提议说，让我们做一期关于躺平的博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躺平这个现象。首先请Sharon 解释一下吧，躺平到底是什么意思？躺平呢，它是2021年在中国开始流行的网络词语，它用来指代一种放弃努力奋斗，转而去拥抱一种低欲望的生活态度。躺平青年它具体包括以下几个特征，比如说不结婚、不买车、不生娃、不买房，而且还保持最低的消费欲望，去拥有一种最低的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我在想啊，是谁发明了这个词？到底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我听说躺平这个词，它这种说法最早是出现在娱乐圈，有一些明星啊，他会被爆出一些负面的新闻，比如说出轨什么的，这些明星的粉丝就会给他们的偶像去澄清这一些不实新闻，然后随着这些黑料越来越多，粉丝们就会觉得，哎，我太累了，黑料越来越多，我澄清不了，我还是躺平任人嘲讽吧，那就简称为躺平认潮。这个词后来出了圈，所以当人们想表达一种无奈之下不得不退出激烈的竞争的心情时呢，就会用躺平来描述。你觉得为什么这个词会这么火呢？因为当下很多年轻人他面临着工资越来越少，物价日益上涨，但是工作时间却越来越长的这种困境，而躺平这个词语刚好就能表达他们想要脱离困境的心态。躺平这个词之所以火，是因为它能表达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心情。那真正做到躺平，或者说真正选择躺平的人多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口头抱怨一下？如果我们把躺平青年归纳为那种不买房不买车拥抱低欲望的生活态度的人的话，我觉得这种人还是不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躺平青年视为那种什么都不干混吃等死的人的话，我相信这样的人是不多的，毕竟每个人都要生存嘛。那就按照你前面说的那个定义，就躺平就是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等等，然后你说这一类人还是挺多的，
你觉得为什么呢？因为当下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又有各种各样的焦虑。嗯，比如说呢？比如说来自工作方面的压力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工作的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像我们所熟知的996还有大小周的工作制，这些制度出现之后，人们的工资并没有上涨，工作时间却不断的在变长。嗯嗯，你刚刚提到两个词啊，一个是996，一个是大小周。996我相信一些观众已经知道了，因为这个之前我们也做过一期关于996的播客，没有看的人可以去看一下。那另外一个是大小周，这个什么意思？大小周就是说我这个星期上5天班休息2天，下个星期我就要上6天班休息1天了。像我之前外贸的那一份工作就是大小周的，感觉就是休息一天的那一个星期就好像没有休息过一样，因为通常我那一天都是睡觉睡过去了，就完全没有精力出去玩啊，或者干一些别的其他事情，给我的感觉就好像2个礼拜才休息一次一样。说到这里，我要提到的一点就是最近有很多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公司呢，都在响应国家的号召，取消了996和大小周的工作制。那在前面我们说到工作时间长带来的压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工作相关的压力。我们听过一种说法叫做35岁门槛，大多数指的就是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人呢，一旦到了35岁左右，就会有被公司裁员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公司不断的在招收一些应届毕业生，这些应届毕业生他们会带来一些新的技术呀，新的想法呀，而且他们工资还低，干的活又多，所以说对于一些老员工来说，他们那一些比较固化的思维方式可能就不太受公司企业的待见，久而久之就会被淘汰。嗯，你说到这个35岁门槛，感觉更多的是在说男性员工。我觉得女性在职场上会面临另外一种问题，那就是在招工的时候会被歧视，这个在互联网上讨论也挺多的。没错，之前在一胎政策之下呢，很多生了孩子的女性她去找工作的话，她还会相对比较容易，可是现在不是有3胎政策了吗？企业老板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她就会有更多的顾虑了，因为她的产假时间变长，然后在产假期间要支付的工资也变多，可是这些人并不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效益，所以企业老板是越来越少的去招收女性的员工的。所以你会经常听到有人说，哎呀，现在真的是不敢生孩子也不敢结婚呀。但是呢，如果你不生孩子你不结婚的话，你的父母又不会放过你，他会一直催催催催到你结婚为止。不知道你有没有面临这个问题？当然有啊，我的爸妈就经常对我说，你再不结婚你以后就是剩女啦，所以快点找个对象。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一些不结婚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来看的，因为选择结婚的隐性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如果换个视角从男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进入婚姻它的物质成本好像也不低，比如说某些传统思想就是让男性去承担买房买车备好彩礼这样的任务，他们才能娶到老婆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很多地区都是要求男方提供很多的彩礼的。哎，你不知道我是哪里来的吗？我知道你是江西的，可能就是你那个地区。大家对江西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天价彩礼，有所耳闻。你听到最高的是多少？我的前一任老板他就是江西人，然后他之前是说他弟弟要结婚要出20万彩礼，我觉得已经很高了。20万我们那是起步价，现在已经到了50-60万了。起步价？嗯，现在真的是50-60万了。所以说确实在结婚的时候男方的经济压力还是挺高的。
躺平青年除了不结婚不买房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会降低自己的消费欲望、他们选择一种极简的低欲望的生活态度、其实这种态度也是我目前所推崇的一种，因为我实在是受够了之前那种过度消费啊，买买买啊，它给我带来的苦头了。好像每次工资一到手，我总是买买买，一转眼就把钱给花光了，这实在是让我很难受，所以我就痛定思痛，戒掉自己总想花钱的坏毛病。你都买什么呢？各种剁手啊，美妆博主推荐的产品会想要买，然后我的偶像出的各种周边我也会想要买，比如说之前就出了一款他的抱枕，我也给买了，是299，就接近300块。你发现没有，现在我们的周围都充斥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女孩子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这个是消费主义灌输给当代人的一种观念。在被各种诱导消费者消费的商业广告包围之下，你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人告诉你要花钱才能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还有一种理论是，女孩子你得活得很精致。什么是精致呢？不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美美的吗？所以他还是在引导女性去消费。而且你看，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他发的照片都是经过 PS 的，都是经过美颜的，这会让你觉得哇，为什么人家的皮肤都那么好，打扮得也很时尚，再看看自己就会觉得普普通通，哪里都不如别人，会让我们不经意的去跟滤镜下的完美的其他人做一个对比，并且希望时时刻刻都能拥有像他们那么美丽的外表。在这种刺激下，你说我们怎么可能抑制自己去买各种美容产品啊，然后做微整形调整啊，严重的情况下还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心理疾病，比如说焦躁、抑郁、焦虑等等。还有一种焦虑是在平常刷各种社交平台的时候所产生的，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去了哪个好看的景点打卡呀，或者是去哪一家网红餐厅吃了好吃的食物，拍了精致的照片啊，你会发现这些同龄人他们经常都会热衷于在社交媒体上打造一个人生赢家的形象。你会看到他们除了工作挣的钱多之外，家里还井井有条，特别轻松，工作特别轻松，感觉好像除了我之外的每个人都是人生赢家。在这种对比之下，我这种平淡的日常就会显得特别暗淡无光。我很怀疑这些在互联网上展示的网红的生活是不是是真的。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展示他们想给大家看的最好的最美的一面，他们去那个高级餐厅吃饭，他可能一年只去那么一次，但是就这一次能够让你焦虑一年。对，这种焦虑之下还能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感觉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改善现在的处境，那久而久之自然就会有想要躺平的想法了。那既然我无论如何努力都做不到都变不到完美的自己，那我还不如就地躺平，做一个躺平青年就好了。所以说在中国有一种生活叫做别人的生活，但还有一种孩子也叫做别人家的孩子。你像这种对比不仅在我们成人世界里发生，就连孩子身上都是到处都是对比。没错，你看现在很多父母其实都有一种焦虑叫做鸡娃焦虑。什么是鸡娃？鸡娃就是给孩子打鸡血，给你家娃打鸡血。打了鸡血的孩子。打了鸡血的孩子就是给自己打鸡血还不够，我还要给我家孩子打鸡血，怎么感觉我家的孩子哪哪都不如别人，我家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像我那些有了宝宝的同事们，他们经常就会在讨论一种我要给孩子报哪个兴趣班啊，给孩子报哪个补习班啊，反正整天的聊天内容就充斥着这样的主题。
还有一次我记得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妈妈晒出她给自己家孩子安排的这种日程表，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洗澡，每一个时间段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其中还夹杂着各种各样的阅读啊朗诵啊等等等等的学习任务，就会给我一种感觉，这不像是在培养孩子，而是在培育一部学习的机器，感觉活得特别累，他们家小孩。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我看到的一个帖子，是一位妈妈在朋友圈里问，孩子4岁了，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啊？才4岁哦，1500个词汇量哎。然后你猜他朋友的回答是什么？他朋友说，在美国肯定是够了，但在海淀那肯定是不够的呀。然后其他妈妈都发了一个那种就是捂脸的表情，太无奈了。我觉得你一旦有了孩子你就很难躺平了，因为当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前进的道路上，那你就不可能安安心心的让你孩子慢节奏的学习，什么都不去学，因为你会怕呀，到时候你孩子长大了之后就永远都追不上人家了，所以就觉得你好像是被推着走向这种竞争的。没错，所以说你看，在经过梳理这么多的焦虑之后，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他看到别人当了父母的压力这么大，他怎么还可能想要孩子呢？当然是直接躺平，放弃结婚生孩子啦。对，哎，不过我感觉我们的父母就没有现在小孩子的父母那么焦虑。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的。你看一开始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我的孩子只要有机会去读书就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但是随着社会进一步的发展，你会发现人们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这个时候自然就会对孩子的教育质量有进一步的要求。如果一个家长他的想法不再停留在孩子能够上学就好，而是变成孩子要比别人优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焦虑，哎呀怎么办啊，我的孩子现在要有足够好的教育资源才可以啊。他不会再去单纯的考虑孩子只要能够读书我就放心了，他还得有一系列随之而来的问题去担心，所以说当父母会变得越来越难，没有以前的父母那么轻松。对对对，像我们小时候如果说能考上大学，那是一件非常光荣值得庆祝的事，就一家人要打鞭炮的，要请所有的亲戚过来吃饭的那种事情。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就没有以前那么值钱了，真的遍地都是。没错，现在的毕业生真的是面临一种就业越来越困难的现实。不是有句话这么调侃的吗？就是说大学生不如狗，研究生遍地走。好押韵。对，之前就是出现了很多博士生他在竞争一个小学教师这样的基础岗位的新闻。有网友就这么评论说，这是对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啊，你看社会辛辛苦苦的培养了一名博士，是为了让你去当小学教师这么基础的工作的吗？也有当了父母的网友他来评论说，我就希望我孩子的老师都是名校毕业生，这样老师素质高，他教出来的小孩才能更好啊。所以就有不同的对立的观点出来，引发社会大众的讨论。但是我很好奇啊，为什么博士生也害怕找不到好工作呢？难道企业不应该是抢着要他们吗？关键是你企业要不起啊，市场上大部分岗位它都是要求有本科甚至是专科的学历就可以的，并不是说博士生就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因为你看学历高的人才他相对应邀的工资也更高，企业他考虑到用工的成本，会避免招聘一些高学历的员工。因此我们现在就有一个说法叫做一毕业就失业啊，好可怜哦。那既然没有人敢要他们，那他们可以自己创业呀。放在30年前来说创业还是比较简单的，可是在当下的话它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首先有一个启动资金的问题，
大多数刚毕业的人啊，他们都是普通家庭出身的，眼界、资源，这些精英家庭才能够给到自己孩子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因此这第一步啊，就难倒了许多的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人。其次还有一个资源垄断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呢，市场上遍地都是机会，那个年代可以说低头你就能捡到金子。就是说10年前互联网行业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创业机会的，因为很多新技术都没有出现。可是在所有的这些行业，他们所有的技术都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它没有办法再去进步了。所以说今时今日，我们说让博士生、本科毕业生他再去创业的话，他所拥有的机会是越来越少的。我们刚刚在说这些高学历的人找工作难，但是你要看那些已经就业了的但是学历并不高的人，他们反而又会陷入一种知识焦虑，看到同事们都在提高自己，我也得要去学点什么，不然我就落后于人，最后呢就被人取代了，就好像前面我们说的那个35岁门槛。对，很多人工作之后他想要去多学一门技术，其实其目的也不过就是想要增加自己在职场的竞争力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学习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单纯了为了自我提升了，它变成的去淘汰我的竞争对手。其实这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一个内卷的现象。内卷它的目的不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不择手段的去解决你的竞争对手，这属于无效的竞争。大家为了升职加薪而做的各种努力，不过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已。可是这时候的竞争已经没有让你生活质量有多大的提升了，反而会无端的消耗你工作的热情。许多职场人士现在不都是在自我调侃为打工人吗？他们每天上班最大的动力感觉就是带薪拉屎。什么带薪拉屎？带薪拉屎就是上班的时候上厕所，你不也做过我不也做过吗？这个必须得要承认，就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累了我就要去上个厕所，但也不是真的上厕所，其实是拿了手机去跟朋友聊一聊，或者是去刷一刷朋友圈什么的。所以就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说法，企业家也不是傻的呀，他们发现了员工有这种行为之后，他们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应对方法。之前就有新闻说有企业啊会在洗手间里安装一种计时的装置，用来监测职员的上厕所的时长，并且还会屏蔽洗手间里的网络信号，让人上厕所也不能刷手机。哦，这个太狠了。我之前就遇到过这种特别狠的公司，当时我发现啊，整个办公区域除了卫生间之外，每个角落都有信号可以打电话，你一进厕所整个手机信号就会被屏蔽，你打不出电话也当然不能刷手机啦。你说这个在职人员之间的竞争嘛，那这个加班是老板要求的，这算竞争吗？这一方面老板要求的时候，很多员工他没有办法拒绝。可是呢，其实很多员工他都有这样一种心态，我的努力要让老板看见，那如果有一个人加班，我是按时下班的那个人的话，会不会在老板的眼中我就是那个不努力工作的人呢？那下一次老板升职加薪考虑的对象就会是那些加班的人，而不会是我的。那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态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想要留下来加班，让老板看到你的努力，所以就变成了每个人都加班，然后加班也不算什么了，就是你加2个小时的班，然后大家都加2个小时的班，最后老板就觉得加2个小时的班很正常。对呀，你看内卷内卷卷到最后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他猝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甚至是在加班过后回到家里
睡一觉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所以这种新闻不断的出现的时候是非常的令人担忧的。年轻人看多了之后会发现，比起辛苦工作到头来一无所获，甚至是摧残我的身心，我还是理智一点，选择放弃这种无效的竞争。哎，那你觉得躺平的人主要是哪一个群体呢？就是年轻人呢，是男性啊还是女性啊？在我看来，会口头表达出想要躺平的人，大部分啊都是那些有稳定工作的白领。你想想看，失业的人，工资太低不能养家糊口的人，哪里会有时间去抱怨工作太多？他们巴不得工作多一点，能够让他们多挣一点钱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不会总是想要休息，恰好是那些工作比较悠闲一点的人，有很多时间去打发摸鱼的人，他们会想要躺平。那你觉得这个躺平的人群是90后00后的多，还是说80后的多？我觉得是90后00后，就是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们，他们会更勇敢地表达自己想要躺平的这种想法了。可能往前的几辈人几代人，他们有这种想法他们也不会表达出来，因为他们会惧怕周围各种异样的眼光。而90后呢，他们会更加注重自己个人的价值，而不是去在意周边的各种眼光。他们能够勇敢地抛开这一些他人的眼光的束缚，选择忠于自己的内心，选择自己想要的一种生活。这是我认为新一代年轻人选择躺平多的一个原因。从性别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躺平的人是男性偏多还是女性？我个人感觉认为躺平的话是男性偏多的。因为你看男性说躺平，他们会说不结婚不买房，可是你去看女性群体至少在网络上发声的女性群体，他们表达的反而是我要努力工作赚钱买自己的房子。女性做出同样不买房不买车不过度消费这些选择的时候，其实社会的谴责是很少的，不会有一个人说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工作挣钱以后才能养家糊口，不会对一个女孩子提出这种要求的。往往是对家里有的男孩子提出这个要求，你好好工作赚钱养家，这样你才会觉得合情合理。因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传统观念它就是这么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在说躺平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从男性的角度来出发，说躺平青年，躺平青年。大家对躺平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就是不同人对躺平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父母那一辈人，他们大部分还是希望年轻人能够不躺平的，希望年轻人能够努力上进的。毕竟大部分家庭还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他们没有太多的遗产能够留给他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希望孩子能够自己独立，拥有更好的更高的社会地位，来为他们的家族争光。这个是社会大众的一种普遍看法。我认为大部分的父母还是会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过上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就是你到了岁数你得结婚啦，你结了婚然后生孩子，等你老了就有孩子的陪伴，这些在他们的观念里就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比较好的生活。对，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观察到很多专家他们出来点评年轻人不求上进不努力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因为现在的社会给予年轻人太多的福利了，给予年轻人太多的宽容了，他们会觉得年轻就是应该多吃苦。可是你
站在我一个年轻人的角度，我会想凭什么呀？凭什么我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吃苦的呀？如果我想要的生活，比如说我想要住大房子，我想要买豪车，这种生活让我个人很不开心很累的话，那我就放弃这种大房子大车子的生活，我选择自己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面生活的开心就好了。这是站在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角度，我对躺平的一种态度。好，那今天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对于躺平，你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就麻烦你给我们点个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Sharon， 拜拜，拜拜 Eileen。